即雖然佢係我女啫，咁但係即生出嚟大家都唔係好熟嘅啫嘛，係咪？都要啲時間大家去揣摩下對方，俾佢認清咗爸爸陣味、媽媽陣味。即嗰段時間係幾特別嘅，我覺得嗰個時刻。但我偶爾我女攞我電話嚟玩，我朝頭早起身又同佢接拍下玩下，有陣時見佢喺度發神經喺度唱歌，咪攞部機又拍下佢咁樣咯。IG 有超過360,000嘅追蹤者，比爸爸嘅理查森仲多出90,000幾。但爸爸亦都未因為咁樣而抱頭，反而大感欣慰，由兩口子變成三口之家。李灿森亦都不忘感激太太，佢时不时都会提起昔日对太太一见钟情嘅片段。你好，我系李灿森，我就祝东洲网嘅观众朋友咧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，同埋咧龙马精神。